来做融化的巧克力。上了 base coat 以后呢，就上一层或两层雾面的颜色，雾面的颜色也就是 matte color。接着在指甲的中间点上好几个点点，然后在指尖上刷上黑色。之后我就利用发夹沾了黑色以后，就从点点滑到指尖。那如果你有专业的点棒，那就更好啦。为了增加巧克力的逼真度，我在巧克力上画上彩色的巧克力米。而大家可以看到，我先用白色作为基底，那待会上的颜色呢，就会看起来更鲜明。现在可以在白色的小米上填上自己喜欢的颜色啦。最后当然是涂 top coat 的时候了，那这一次我们只往巧克力上涂，那这样就可以明显区分巧克力和底色，看起来更加的逼真。就是这样，很简单吧。